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月28号，我现在来到西湾河，想游一游去西湾河街市那里跟大家走一转。我们现在入到街市，哇，有些鱼啊，哇，好新鲜啊。有多寶魚啦，龍躉咧90元一條啊！啲帶子40元一份，栗子蟹啦，多肉的西澳洲龙虾230元一隻，沙巴龍躉6元一兩啊！貴妃蚌88元一斤，我咩啊？象拔蚌168元一斤。得啦，唔喺度。有啲多寶魚啦，沙巴6元一兩，咁我哋向前行啦，冇雞下俾喎。好，来，
我哋上埋樓上睇一睇啊！因為新年了，很多店鋪都未開啊。粟米啊，15元一支啊，都幾貴下喎。西蘭花24元一斤。啲葱5元一扎啦。咁嘅嘢，啲價錢俾大家睇下。我又跟住你噶嘛。啲有嚟嘅蓮藕18元一斤。紫番薯紅番薯黃心番薯都是14元一斤。這一行呢都是吉鋪來的，有範圍用本地用工，會不會在執行上變得繁瑣？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說，市民未來需要每年接種新冠疫苗的機會大，尤其港大研發的新冠本地式疫苗，目前數據證明相信日後用疫苗的選擇會變多。劉澤星一個電台節目說，六月基本科技學同流感上課之後，如果確診數字仍然提溫，各方面的宣傳事件按表示核酸檢測證明。哦，依間藥材鋪咧就初九先啟事啊！哦，依度有一間中醫診所。依度有一間推拿，因為而家係下晝啊，而家下晝3點幾啊，可能。那些檔口就少休。我們走回那邊看看，可能晏啲咧買餸時候先多人行啊。
個月翻嚟，我阿姐都自己放工翻嚟同我。係啊。你自己沖涼排熱誒。係啊。影影啲菜檔價錢啦。好靚啲花，咁西灣巷街市我哋分享到呢度啊！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